Yeah!
开心嘅时间咧过得真系好快，系时候咧要同大家讲声拜拜。再次多谢大家今晚嘅嚟啦，今晚我哋今晚六平八二馆嘅联欢，非常之多谢晒喺度，祝大家新年进步，身体健康啊！祝大家喺呢个2018年个个都系一个丰收嘅一年啊！多谢你哋，我哋有机会再见，七年再见，多谢晒，拜拜。